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吉。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钟，天也还刚刚亮，出发了。我的理想呢是带着妈妈慢慢玩，因为我有房车嘛，不用太着急。看样子不太现实了。慢慢玩，其实之前是想着有房车，今天又要跑600公里，不止啊，接近700公里啊，670公里，估计要9个小时才能到。我这样想的，以前有房车，有电嘛，自己做饭做菜，都可以，也比较安全，也比较舒服一点吃的，主要是可以控制血糖。现在没有办法煮了，那就只能一步跑下去，然后去那边修了。在外面吃东西，我觉得不太放心。应该没事，就一天时间吧。那就出发了。上面也有一些饼干可以先应付的。这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特别前面这里，没办法了，到前面把车修好之后再重新准备一下出发吧。你干嘛？这些饿到太瘦了，没有血出来了。看一下控制的咋样。血糖值9.3，毫摩尔每升。有点高哦，比昨天还要高一点。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黔西南，应该是疫情防控比较严的关系啊。我跟我妈两个人都接到了广西，然后到这里2-3通的电话，都是提醒我们了解一下疫情房，都是打过来查一下情况的，问我们要不要在这边下。在广西嘛？对啊，还贵州。我们到贵州这边了，感觉这个风景好像是不同了。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那个风土人情也不一样，他们种的东西也不一样。是啊，房子的造型应该差不多。差不多吧，我感觉还是有点区别的。这样子嘛，这边的秋天的感觉要浓一些啊，凉凉爽爽的哈。本来想带你下去下面找点东西吃的，看来是搞不定了。疫情太多了，一到每个省的地方都有人打电话过来说我们是不是要下去还是怎么样，我们说不下去他们就说还好。请大家无视一下我妈的那个脚啊，因为她是糖尿病，足还没有完全好完，如果放在下面的话很容易肿起来，所以只能放平了，放在车的车头这里，也不用太担心安全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这个车子啊，它只有一个安全气囊，在副驾驶是没有安全气囊的。怎么会10月份这么快就把稻谷都修好了哈？看你人家做的一套一套的房子，这里半山坡上。贵州的风景还是有意思，还是挺漂亮的这里哈。这里是善昆高速。跑的确实还挺累的，一口气跑了300多公里，离昆明也就剩下300公里的路程了。等下换我妈妈继续跑，前面算是比较好跑的路段的吧，路比较直，然后车辆也不多，让她先接班跑一段时间。哎，为啥这么着急着跑去昆明？这是有我的道理的。像我的车子呢，它跑起来不充电，但是可以勉强维持电量，还有太阳能也可以勉强维持一点，能保证它的冰箱正常的运行。让人比较崩溃的是，昨天晚上我的电瓶啊，因为没电了的原因，我把它给关掉了，把冰箱的用电量也把它关掉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如果不关掉冰箱的话，那个电瓶可能会坏掉。用电量超过一定负荷之后，对电瓶的寿命是有很大影响的。看样子都吃不了啦，融掉了。那有用啊，这还更讲啊。
它有可能有酒精味的话，你就不要吃了。给你吃。我不要不要。这个还蛮硬的，得买。就是看起来有那种坏掉的感觉。嗯。有酒精味的感觉。你不要吃那么多水果，血糖太高了。哎呦，我看一下车子里现在正不正常。这些融化掉一部分，不好搞。还好车子里面食材吃的也差不多了。走喽，出发喽！慢点啊，这边的路不是开玩笑的。很多新手司机来这里都会犯迷糊的，太多弯弯绕绕的路了。踩油门，出个高速要快一点。沿山路高速继续行驶70公里。漂亮吗？累不累啊，何师傅？有点想睡，整天就是热，睡呀、啊，好睡呀、啊。在车里面啊，我开车开了300来公里，才睡了200多公里，要开了50公里又想睡了，难搞啊！你的旅行计划真的是有点充足安排的。啊，我妈好厉害呀、啊，直接从贵州把车开到云南。好棒棒哦，这里就是云南了，取经。哎呀，这边也要做核酸啊，那边广报在叫我们去做核酸啊，怪不得把我们终于把我妈给支开了。像这些好多都已经坏了，已经完全坏掉了。解冻之后呢，一股酒味。昨天叫他扔又不舍得扔，这他支开之后我自己把他扔了吧，偷偷扔掉。被他发现的话肯定要骂一顿的，没办法。哎，总比把身体吃坏了要好。这些全都坏掉了，就是没电的结果。这西红柿应该还能要，还有一些蔬菜。花菜应该也还行，看着还行，先放着吧。哎，吃又吃不了，没用啊，这些全部都捏掉了。哎，实在是舍不得，但是没办法，我本来我就吃不了这些猕猴桃。我妈呢吃了又高血糖，这些真的放的时间有点久了，没办法，也只能扔掉。也有个比较好的消息吧，现在天气比较热，海拔比较高，它发电功率看着也还行啊，可以达到130多。我的冰箱看来是有救了。这个面多少钱一份呢？20块钱啊。哇，就这样子啊。加点萝卜干，加点肉末，20。嗯，两碗就40块钱。无所谓了，偶尔吃一餐加加菜。还说没所谓，买一个快吃面好一点。我其实就是想让你买一下快吃面的。两块钱一碗好了哈，味道还好吧？你的都好。我的味道好一点。嗯。你怎么知道？你上菜，辣椒。但是要去做核酸。嗯，等下要去做核酸。就我感觉两个人吃一碗面也是够的了，但是没办法，买就买了。离昆明挺近的吧？本来要跑8个小时，上午就跑了接近6个。下午就跑2个小时就好了。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拜拜。哎，也不知道这个疫情啥时候才能结束。一大堆都是排队做核酸的。